拼辣妹海边冲浪，旁边肌肉猛男晒得黝黑，露出六块腹肌，三五成群，通通没戴口罩。另一边的妹也很辣，三点是泳装，性感撩人。阿东啊，特巴得走在沙滩上，仿佛世外桃源。这里是西子湾秘境沙滩，入口铁栏杆封锁，就算三级警戒前也是禁止进入。但笑莲娜似乎闷太久，带着阿娜达偷偷溜进来。里面战斗裤旋转木马搭配海景，好梦幻。梅亚脱下口罩，刚买到的冰淇淋，一边欣赏海景，大口大口享受。义工坐在路边休息，口罩只挂一边，难道是自行微解封吗？在人来人往的地方，特别是食物饮水这个部分，因为都要拿下口罩，应该要尽力去避免。三级警戒何时解除？民众连两个礼拜都等不了，出门的出门，没戴口罩的没戴口罩，讲也讲不听，让微解封变成未解封。记者蔡宗旭、马嘉瑜高雄报道。